我要把手机变大，我要把作业变少，我要把老虎变大，我要把狮子变小。我终于学会了变身魔法，我看看把小五的粉丝都变成什么吧。没有点加号的我们就把它变成小丑怪，没有点爱心的我们把他的作业变多，没有点五角星的我们把他的书包变得巨大无比。那些点过加号点过爱心的，而且在评论区输入666的，我们就满足他一个愿望。屏幕前的小可爱们，我们来把比比东的魔法炸掉，你们都点加号和爱心了吗？五角星和箭头也都点了吗？都点了吗？都点了的可以在评论区发送比比东最害怕的狗头，把他的魔法炸掉，让他不能再把小可爱们变成怪兽，还能让比比东每天晚上都做噩梦。是谁？是谁破坏了我的魔法？是谁发送那么多我最害怕的狗头？我又要每天都做噩梦了。屏幕前的小朋友，你们可真厉害，快和小五一起再发点狗头给比比东，让他天天都做噩梦吧。